再试试。不哪里，是的，我也来虎牙了，感动吗？海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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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舞蹈，我有我乐逍遥，哭喊吧，哀求吧，人生呀，死吧，如梦郎，你来吗？趁着你浮沉沉，还在当老师吗？当老师啊，我一直在当老师。
方。万箭的话，夏侯惇可以选择刚烈我。闪。啊，他直接闪也是好的啊。闪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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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这就是生人记得最后的不归是三子，死当埋骨心肠。哦，结冰自己了，乱我没杀啊，我结一下自己。兄弟业，节气为先，否则我要死了。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，天之之你该拥有。舒服啊，这波乱舞的话贾诩不能开乱，快乱舞六号也死了，所以他不能开乱舞，那我们可以再苟一轮啊。完美完美，挂白银回血，寒冰剑杀张辽吧，他可能是。
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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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南门神进来了，无中生有，智取胜，四两拨千斤。可以可以啊。金月英这个皮肤能动啊，这个皮肤是可以动的哦。君以智取胜，四两拨千斤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小小娃娃，乳臭未干，少。不仅仅是喜欢，前尘往事，莫再提起。贾诩动起来啊，携手同心，方能解决我军之危机，一事破城，何谈前愿。连弩突他，一区一区一区啊，携手同心，群豪方能解决我军之危机。很淡，越因为我不愧风雨人啊，看不到击溃敌，秀秀秀，打曹丕，继续打，不要停，反正他又不是国家，只是个曹丕。他这吗，弄死他们啊！现在走是你最好的选择。这是本王最后的仁慈。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心里面在想什么，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。现在乐不思蜀，决斗以智取胜，原来我在无视。卡爷，卡爷是什么？大家送礼物可以好像可以获得这个爷的标志啊。魏国人是真的多，拿来吧，打不赢啊。喂狗无敌，有啥用？不一样呗，跟别人与众不同啊，与众不同。彰显你的个性。有时候死人比活人有用。年纪远，断脊梁，离骨极易。不仅仅是喜欢。开个帝皇，可以啊，谎言大哥，在我直播间开个帝皇，给你直接上个钻粉。帝皇太贵了，这也太破费了。你就在这开个小见识吧。别杀我，我很怕杀的。贾诩很怕物理输出的。叫你在直勾勾看着我。雷杀！哎，谭荀彧，他有酒有桃啊，有酒至少有一口。南蛮入侵，只有这种程度吗？好难打啊！就这样吧。无中生有，没事，只要我能动，魏国还是可以崩的。但是襄阳死了之后，他可能能顺势突到我，这就很烦了。
还有简易码，让我活的就行啊，只要让我活的没事啊。就凭你，这有点猛了吧。有时候死人比活人有用，差一步美满这手走散，差一步掉进深渊无法生还。哦，谢谢青衣少年游的订阅。差一步来晚就更换了彼岸，一步为你挥霍所有温暖。我愿用一生的忠诚走回报主，最好的选择。好像打不死我啊，对，打不死，打不死。好，我看一下，张辽一点输出，郭嘉一点输出，两点。我有五，我有四滴血。只有这种，哎，他没有九杀我，可以。他把九扔了，你敢信？哎，这边还没输出，那我这轮一定是能动的啊。一会儿我可以熊毅先回血再乱舞啊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欢迎蒹葭，看我一杀三啊，这波帅了。看我二逃杀三，转一个走三，差一步就让这卷门重穿。谁都不是神仙，差一步美满就真的算走三，差一步你的话。他没杀，有杀他一定杀我了。我党合兵一处，何愁大事不成？这是这是山，他一步人就觉得无法生还。谁都不是神仙。哎，杀！英雄也会鼓掌的。大事未成，愧对先父。过河拆桥，击鼓于此，以致四方。努力活下去吧，在这乱世之中。
雷公助我。只有靠自己舒服强者正欲死战，陛下何故先降？火攻纸上安得两拳法，哎，这逃存不住啊，英雄也会孤掌难鸣啊，终究老矣。桃儿是啊，失误失误。过河拆桥，九杀，只有靠自己才是强者，天命难违，乐不思蜀。乱舞没杀我，留一轮啊，贴个乐就得了啊。先把明确飞寻的打死啊。天下大事唯用我所控。美亮将那就确实不是了，可以打他了啊。捧月华如龙，这波帅不帅？这波独吞了一波工资。但是一波杀死三个人啊，可以吧？乐不思蜀。杀他杀他啊！独吞工资就是这么帅啊，直接打死三个啊！别别别别别，我没杀啊，没杀。怪只怪你没杀他，他不亮将就毒死他啊。王子他还不亮，呵呵，真能忍啊，这个人，这个人居然还不亮将，恐怖如斯。谢谢蒹葭的礼物啊，感谢感谢，刚才没看到啊。
出牌。杀你。决斗。啊，杀对面也行啊。九。杀。拼将性命也要保将军周全。内洒梨花钱，情愁随花。而多虑，志则广纳。精彩。借刀杀人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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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也太强了吧！携手同心，方能解决我军之危机。幻化于阴阳，藏匿于乾坤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一事破城。何谈前院？先打祝融啊！我把孙膑翻了啊！这个八号肯定也死了啊！甚至都可以不翻孙膑，翻这个虞姬都行。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携手同心，方能解决我军之。贾诩不想玩了。有胆，小伤何惧？携手同心，方能解决我军之危机。一事破城，何谈前院？现在走是你最好的选择。有时候，哎呦，死人比活人有用。贾诩被南蛮打死了。幻化之物，生不带来。算不得真啊！闪！嘟嘟嘟嘟嘟嘟！好一个离线啊！一会儿我们结束了，真计算逃跑啊！现在啊，杀！嗯。这赢的也太简单了吧！兵断不可无粮啊！喂狗太凶了啊！怎么来了个黑名单呢？踢掉啊！嘟嘟嘟嘟嘟嘟！红甲怎么被踢了？红甲呢？这个苍鱼怎么踢瞎踢人呢？啊，准备啊！走起啊！全香还是月英？哎，全香吧，全香吧，好久没有玩过吴国了，这局说不定大吴呢，选一把吧啊。
的仁慈。杀！不要停，冲啊！现在走是你最好的。这么无敌的吗？手枪退之，全军突击！杀！强！强无敌，强无敌啊！这么多杀，无敌无敌啊！这硬生生给打死了。事未成，猛猛猛啊！先父，火杀，全军突击！真无敌，这个铁砂火砂要中了更强了啊！翻我牌也挺好的啊！这个九杀如果再红就真无敌啊！关兴定中原，必其功于一役。太强了啊！太强了。回家，反正我的身份，我的一切不所谓。经常啊，神挡杀神，感觉真爽。哦，就凭你！杀！我最不舍的，携手同心。他还敢给忘谢？忘谢一个杀，他不死了？胆子是真的大，这个国家，这个国家胆子大啊！再给忘谢。一事不成。何谈前怨？杀！这国家无敌啊！再给，再给，再给！携手同心，方能解决我军之危机。乐不思蜀，强！这也太强了啊！强无敌，强无敌，你们牛逼啊！无中生有，诸葛一人秀翻全场啊！这个诸葛亮，杀，闪，二张何在？上加二张就好了啊！哎，谎言终于订阅了啊！谎言看了一晚上直播，居然订阅我了，可以可以。谎言哥，开个骑士吧，开个骑士吧啊！支持一支持，加一下 QQ 群啊！以后来一区一起玩啊！谢谢卷的订阅啊，感谢卷。没事，晚上看看直播，聊聊天，对不对？工作这么累，现在生活压力这么大，是要这种程度吗？要上班啊！谢谢卷的虎粮啊！我还有哦，没时间玩没关系，那听听听歌，看看直播。敌视，居然给我了！何谈前怨？全军突击！何其荣幸，居然给我了！可惜看不到击溃敌军了。铁索连环，火杀，浴火重生！牛逼牛逼牛逼啊！妾身无恙，相公传达桥头真自然之。这个诸葛亮也太秀了！雷杀，全军突击！无中生有，过河拆桥，
诸葛秀翻全场了，通通给本小姐闪开。恍然入梦，剑舞惊鸿。九，通通连起来吧。杀。求救！求救！